那这个业力如何？你明白是觉识，你再看到先前的业力，你就慢慢就会在这一念金刚种子上面，叫做佛智之见，慢慢熟悉。因为你慢慢熟悉，都是佛智之见，那幻想的业力就念念消融，那个叫做待业往生嘛。你要是不看到如是之见，你所有的业力不得往生。你要能看到如是佛智之见，一切业力就随你如是之见之中念念增上时，它念念消融。更何况"业力"二字是多虚妄的。讲业力，业力，不是像一般凡夫听到佛门中讲的业力，都说你佛门呐、佛家都常说业力，好像就是变成什么宿命了。你要真说宿命的话，你还要讲清楚那个宿命的。觉心现觉就是觉，但是觉在现觉时，就仿佛随缘有坐相，那个坐相就是业嘛。觉心现喜时，就有喜的坐态嘛，那就是业啊。所以你要是站在觉心看这个业，你就会知道如是因缘故现如是相啊，就是《法华经》天台中讲的实如是啊。如是法就有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！你知道这实如是什么？你明白一切业作，你明白业作，你不是业，你是知道决心必定的呈现所作。但是就是在决心成就决心时，你在这个业作上面，你忘记了觉，你随着这个业作随业而作，随业而流转，那叫业障。从此就被这个业障碍，你看不到觉，叫业障。将来你明白是觉时，从觉入觉一样能够成就如是种种作用啊。但是成就如是种种作用时，你会堕在作用上做作用吗？不是嘛？你是知道觉性就是如此吗？就好像镜子，你明白镜体的人。他现在照黑、照白、照好、照坏之时，别人说现在的镜色呈现是好是坏、是黑是白，行者你不随种种好坏、黑白种种颜色变化之时，你随它流转吗？你当然说不会，为什么不会？因为我知道是镜子随缘了。那你正在随缘时，你不知道如实现前时，它能够随任何因缘现好、现坏、现黑、现白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他不但知道，他还会跟你讲什么因缘故现出来那是好相，什么因缘故照什么因缘故现出是坏相，照什么因缘故现出是黑相，照什么因缘故具体呈现是白相。他怎么能够明白如是一切作相一切作业呢？因为你是站在镜体看镜色的作业，那个作业那就不是业障，那是明了，那叫大智，那叫做尘所作。可你要忘记了镜体了，明明镜子现前时就有会如是的成就，而且如是成就，你根本在你心底深处从来不会觉得那是二，也根本不会妄随它流转。这种心中的智慧与担当，你忘了镜子全体看不到，你就随镜色，你就随着镜色流转了。那事实上，镜色的现前是根本镜体清明的。坐相嘛，就直接写业好了。作业，他的作业，他成就的那个业，这个业就是没有负累的，他只是成就这种一相而已，叫做作业。可是你忘了觉体，这种作业本来没有负累的根本的业相，却变成了你马上唤起的业障。你再黑就忘了镜子，再黑就随着黑里流转，感觉就是如此。所以那个叫悟佛之见呢，要是你不在这个上面去体会那佛之之见，那如何跟你讲大经？如何跟你讲一切体相用？你如何在你心中将来真正能够奠定一个行者真正的心中的启发呢？能够用得到它呢？要用得到它，都有体相用三相三法。刚刚讲心里面的纳受为体嘛，它必定能够成就现前的手持，念念明白，念念手持就是相嘛。因为在这个手持之中，随你举手投足就能够起成种种智慧跟进行的作用嘛，那就是用嘛。所以要是不是这样子，念念在觉体上回光啊，
你不要说你经文之中你看不懂、听不懂祖师或诸佛所说的经义精髓，你连世间法你都暧昧，那叫当局者迷啊！你连世间的所有的一切本来是随缘的、作业的、根本的、清明的业智、业中的智慧，你却背离了业智，全成业障，那不叫时可怜悯吗？